停止语言入罪，立即释放刘彦斌。我们看到缴钱也有另外一个维权人士谭作人也给判刑，所以我想，跟各种各样，包括林巴先生也跟其他的维权的事件可能有关系。可以看到，就是中国政府对于这维权的人士的迫害是越来越严重。 你哋而家佔據嘅位置咧，屬於中聯辦嘅車道出入口，請你哋而家立即散開，唔好再阻礙中聯辦出入口嘅車道出入。請你同警方合作。